你还不到这一天，这就不咋害怕。 这不是核酸检测的，知道不？那你不早说？哎呦我的妈！
老大，你这是什么姿势啊？这不废屁股吗？哎呀妈，老二，你这姿势我没见过比你奇葩的。我收回刚才那句话，有比你奇葩的。哎，你们俩不是你这是跟青蛙学的吧？你这，哎呀妈，啥意思啊？这是？这个我认识，这是跟蜥蜴学的。这男孩子的动作也太丑了吧？我还是更喜欢女孩子。你看这动作多优哎呦我雅。的妈！雪糕馋哭了。我不怕你儿子，你没牙？我没牙是吧？我就你耳朵，还敢不敢亲我了？说，还敢不敢啊？哎，儿子，哎呀妈呀，你快把我耳朵给我撕掉了，知道不？小样，我还制服不了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小心脏啊！这到底是什么美味呀？也太诱人了吧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美食？